天气炎热，最适合来上一碗清爽美味的凉拌菜，像是微酸带甜的醋溜云耳，撸炸撸蒜脆的凉拌干丝，深受大家喜欢。位在嘉义的百年食品老厂，从毛豆的采收到选豆煮豆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非常严谨，还加入有超级食物之称的藜麦，丰富的层次口感在口中完美融合，让简单的凉拌菜不只是美味，也能够吃出食材的原味。消费者都可以在本土连锁超市方便购买。鲜嫩的毛豆外观有如翠玉，一颗颗饱满翠绿，配上颜色鲜艳的藜麦，带出独特香气，交织出脆嫩鲜甜的滋味，丰富层次在口中完美融合。清爽美味的凉拌料理，原物料产地就是来自台湾的中南部。我们的毛豆目前的产地有屏东的，也有云林的。原料挑选上面呢，厂商他在采收一直到制作好毛豆的话，它有所谓的黄金四小时，那毛豆呈现出来的一个翠绿感完整性才会是最好的状况。其实夏天的时候消费者的胃口其实会比较不好，所以我们在凉拌菜的设计上面会以酸甜的风味来做开发的一个方向。对，所以像醋溜云耳、凉拌干丝都可以让消费者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开胃的食用，而且熟食的诉求也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高品质背后的关键来自严谨的 SOP 程序，为了更有效率、更清洁，把这整个浴城市设计成一个曲折式的一个长廊，只要走过去就很快速的去除身上的灰尘，避免产品夹杂异物或交叉污染。从人员一开始进工厂就有严格规范，百年大厂还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做低温仓储系统。一开始原料进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多层的移动式货架，配合我们公司的 ERP 系统，大大的提升仓储的容量跟效率。哦，这温度呢是零下二十几度。凉拌菜的原物料进入调理区前，得透过低温仓储系统保持鲜度。送入调理区后，也得先穿烫，确保毛豆在瞬间高温的情况下能够熟化。这样子的用意其实能够保留毛豆的翠绿感，以及它的营养素，像维生素 D 群、维生素 C。那烫好的毛豆呢，在趁它还是热热的时候，跟蒸熟好的藜麦做结合，再倒入我们的调味料。那在热的情况之下，调味才可以完整的吸收，让它的香气呈现最好的一个状态。而在搅拌的过程中，得用人工来操作速度，因为烫熟后的毛豆容易裂开，吞拿好的毛豆翠绿鲜嫩。藜麦是属于所谓的超级食物，选择藜麦来做搭配，除了在口感上，它其实是跟毛豆非常的对味。另外像是干丝也易断，得慢慢转速才能将调味料完全入味。干丝的选择其实当初也费了很多的功夫，在台湾寻找合格的厂商，它的生产工厂就要有 ISO 的认证，来确保消费者吃到的每一口商品都是健康的。原料它就是黄豆，我们的干丝是选择非机改的黄豆，它的色泽就是天然的黄豆颜色，它不像外面吃到的比较偏白色，是有漂白过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制作出一个健康然后口感很好的商品提供给消费者。凉拌干丝搭配红萝卜跟西洋芹，以香油跟辣油增加风味，入口后香气十足，越吃越刷嘴。凉拌哲丝盐水野生，日光曝晒台折，配上榨菜、小黄瓜等蔬菜，再拌入特制调味料，口感爽脆香甜。醋溜云耳又名川耳，主要产自四川云南一带，吃起来香脆滑嫩，微酸带甜的滋味，都是夏日最佳开胃的凉拌菜。在嘉义的凉拌菜食品公司世间百年老厂，早前从渔获交易开始，历经数十年的经营与发展，到目前专营中西调理、甜汤、烘焙等各式各样的食品生产。公司创立于西元1924年，1993年来到民雄工业区创立的新厂，各式各样的食品都有，行销全世界，在本土连锁通路都可以买到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公司还获得了 FWSC 22000 ISO 22000，还有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认证的一个肯定。有品质保证管理的认证，确保加工生产产品都能稳定一致，确保每一批的货消费者吃到的食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出货之后，实验室会做同步的留样，依不同的商品属性做不同的一个检测。那目的是要去追踪这一支商品的整个效期期限之内，它是不是都符合法规的一个规范。利用行动装置快速扫描 QR Code， 连接公司的智能系统 ERP， 从采购、领料、生产、仓储、出货智慧化的管理，这样能够很有效率的掌握即时资讯。每款南麦小菜口味特殊，也各有风味，兼具色鲜、酸香辣，全家人或三五好友享用都能吃得开心又满足，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家庭主妇不用那么的累，他自己可能煮个一两道，然后再搭配一个小菜，就可以丰富的一桌。厂内的生产严格要求控管，依照商品的 SOP 来做进行，因此不管你在哪一天哪一个时段到通路上去买到这个商品，它的品质跟口味都是一致性的，这也是有别于你在传统市场或者在一般餐厅吃到的风味会有落差跟起伏。消费者都可以在本土的1000多间的连锁超市去买到我们这些凉拌菜系列，不论在家或外出都能拆封即食，超方便，轻松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